这水洗布旧的比较好用，嗯，新的吸水性还有差一点，对不对？它要等一下它才会吃，嗯，对。这个字从来没写好过，在这里就写得好。是哦，那以后到这边来写好了。今天长文好，应该用起来很娴熟，对不对？嗯，写起来很过瘾哦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给人很大的挫折。可是你第一次你就挑了很多支长虹羊毫笔啊。但是有趣啊。对啊。你那时候第一次来，也是我这边客人也蛮多的。